战胜自闭自闭 SEE01 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不懂啊。现在这个妆是坏女人吗？啊，是你的小女人，不是坏女人。这妆怎么就是坏女人了？是你的小女人。好可怕呀！跟谁撒娇呢？臭妹妹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出去连麦好可怕。我想拉粑粑了，我要拉粑粑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拉粑粑了。啊，我要拉屎。兄弟们，看会周姐吧，好吧，我上个厕所。
Hello Hello， 你好 Hello， 小姐姐好，你好你好，我们那个 NDS 嘛，欢迎善解人意。我想想啊，好，欢迎 Teams， 欢迎个爱玩毛妹的男生，欢迎东方艳语，真心话吧，好吧，真心话呀，好好可以，嗯。你先问吧，萌萌，你多大了呀？我先问你是吧？好，你这个月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这个月最开心的事啊？拉肚子。减肥是吗？没有，我不太。三杠一谁三谁一啊？我想问一下。谢谢我们顾里的20张上车券，谢谢顾里，谢谢顾里，谢谢顾里。我把你拉上车。我问你哈，不然根本拉不了你上车，就很难说。我来问你。好，你问。想想，谢谢九妹的飞机，谢谢九妹的飞机，谢谢九妹。谢谢姐顾里，你开什么店啊？他上车是打一个活动。上车券就是一张，相当于就是你送一张上车券，相当于1块钱。然后他这个我这周是在打活动嘛，我们现在是第一名。谢谢艾迪哥，谢谢艾迪哥。好，我问了，你知道你有看过《肌肉经纶》吗？哦，看过。怎么样？爽吗？还好，就啊，你没有感觉啊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。我都看得心肌梗塞了嘛。哈哈哈，对，他我们家小哥哥说心肌梗塞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还好，有点东西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那种身材就是太完美了，很难。然后生活就觉得，其实如果真喜欢一个人，他有点小肚子也是性感的。对的，我感觉女孩子大多数喜欢男孩子小肚子。就是没有说一定要那么完美，就那么完美就是活在那种就是模特呀，还有梦就是动画里面的，对对对，觉得很难。而且我觉得那个身材应该是外国人的，像是我们中国的。嗯，那我问你，就是如果有一天就是你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可以5000万，但是你要老实10年，就牺牲10年，你会按几下？我一下都不按，按个锤子，按个锤子，不按。这哦，世界杯几号呀？顾里几号？哦，我懂了，可以。你果然还是喜欢胖子。没有啊，苏菲也说呀，她也说就觉得小肚子也很可爱啊。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看身材的呀。我不对面小姐姐，她也不是说一定要身材多好，也不是说要瘦要胖。那瘦子也有小肚子呀，有些人。对，要撸铁。我问你哈。好。放点音乐。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那个王菲菲，某个角。啊，那个妆的感觉有点像。王菲菲对吧？你知道是吧？那个跳舞的那个。我喜欢她那个类型的那种妆。我也喜欢她那种感觉。比较帅一点。对，只是你穿比较休闲。萌萌现在多重了呀？我还以为他说我长得像王菲呢。王菲菲。哒哒哒哒哒。欢迎吃货胖兔子。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主播叫那个洛星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听过，但我没看过。好的。然后，那我问你，就是，你觉得你有一天会不会就是喜欢同性？欢迎我们顾里。不会。你就是直女，铁直女。几号世界杯啊，顾里？顾里也不累我。欢迎广州吉吉。
笑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不会也要笑的。我想想啊，推塔了啊，我想想啊，有没有推个塔的？推塔，欢迎沙粉。谢谢小叶的两个香飞机，性别不要掐那么死，我掐那么死。现在在预选赛，明年哦，22年是吧？懂了。我来问问你啊。好。对面的主播对本次的这个对本次的粉丝节有没有什么期望呢？我好像都没看那个活动，今天是不是开始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几号有粉丝节活动呀？8号吧，应该是。哦，我没有什么期望，佛系佛系佛系。行吧。那你对这次粉丝节有什么预期呢？预期啊，分区第一，全站第一。可以可以，欢迎不知知道道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啦啦啦，嗯，你是官方记者吧？我采访一下，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在给斗鱼打广告呢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。你是哪个工会的呀？我啊，我是炫石的。哦，炫石。嗯，对，我是游戏主播。你打什么游戏啊？王者的。哦，你玩吗？我是撸啊撸区的，玩的不少一点。哦哦，你是英雄联盟区的。那我问你，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上厕所发现你新买的手机，刚买的。新手机花了10000多，然后掉到厕所坑里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捡起来。捡哦，好吧。那肯定捡的呀。没有人知道。谢谢顾里的荧光棒，我们能不能赢啊？有没有人知道一波啊？让我这个五星还差好多，美国五星还差了1000多。1600，有没有人支棱个600啊？600-700的。我不信你会捡，我还真的捡过，我捡过，我以前就掉下去了。是看这手机刚买多久，就捡来其实二手卖掉也行。实在不行再二手卖了。主要那种手机卡还在上面，很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，把卡拿了，手机卖了。我买一个啊，这个手机还要卖掉、啊。那如果真的是很那什么，是吗？欢迎苏热。为什么女的容易掉？我们男的都不会，也有男的掉好吗？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，然后当时我们上课，然后他就是那个掉手机掉厕所的男生，然后喊了另外几个男生过去。还要中国人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那个厕所是什么啊？就是大学不是马桶，有一个坑。那是蛤蟆屁。不会是那种流通的吧？就是男生厕所。哦，男生厕所，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。嗯，我不知道，没有上过男孩子的那个，不知道。反正不是马桶了、啊，好吧，好搞笑。然后当时我们班都在，就是传开了。我问你啊，嗯，你觉得斗鱼最帅的男主播是谁？斗鱼最帅的男主播，长得真的挺帅的，我就说长得帅，真的挺帅的啊。是那个谁，政治博长挺帅的，还行，长相就光看长相，还有什么大舅哥也还长得还可以，嗯，就是光看长相，就什么其他的不说那种。那你斗鱼播到现在，你最讨厌的一个女主播，不用说她名字，她是怎么让你讨厌的？怎么让你讨厌？最讨厌他的一个点是吧？做了什么事情呀、啊，让你很讨厌？有个安徽的00后很帅，谁呀、啊？欢迎抱抱。
包包终于来看我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最讨厌的一个点，最讨厌的一个事情吧，就是也没有啊，就是有时候讨厌一个人没有理由的，就是把你惹毛了呀，比如说浩大哥啊，背后乱说话呀，或者是不尊敬啊什么的。好像背后乱说话都是男的哎。啊，这样子啊。都是男的。男的这么目前我知道的都是男的背后乱说。我操，男的这么八卦吗？男主播。一塌糊涂。不至于吧？好吧。那实属有点格局小了，没事，跟个女孩子一样，确实有点格局。女的也有是吗？你发我看看呀，宝宝，你微信发我。嗯，那我们什么惩罚啊，苏菲？不用惩罚了，好吗？不惩罚，好好，谢谢苏菲。那就我这溜了，拜拜甜甜拜拜，苏菲宝宝，拜拜拜拜。你发我。真的呀，是男的呀，有的呀。人家告诉我的。这场 PK 还行，不是的那么大。没有，有交流还好。女的隐藏的比较好，对的，男的太笨了。哪个男主播？我们去冲了他，你们去口嗨吧。苏菲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麦子酱，你好，小姐姐，你好，小姐姐。我们玩点什么呢？你穿的有点好看啊，小姐姐。啊？所以你穿的好看。穿的好看。还好还好，大家好像都想要这件衣服。玩真心的，玩真心话吧，要不？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就。只是玩真心话，不用动吗 ？PK 条，不用吧？你说呢？举重吧，好，举重加真心话。嗯，好。那我放歌。好。春花好看吗？春花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脸大了，脸什么？脸红才是真春哥。我刚刚画的小花是紫色的，那红不了。等一下，说不定有人给我安排红脸蛋。嗯，那我先问你，还是你先问我呀，小姐姐？你先问我吧。都是两个手机都。那我问你，你直播了多久？100级的？啥意思啊？就直播了多久到100级的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2年吧，好像是。哇，好强，厉害！但是我直播已经6年了，就是。那你好厉害，这是真的好厉害。是不是2年啊？1年多是吧？1年多一点，2年。谢谢饼子妹妹，谢谢饼子妹妹，太强了！谢谢饼子。欢迎奶猫泡面，感谢099的关注，谢谢 Cherry。那你问我吧。你觉得斗鱼平台最不像女的的女主播是谁啊？斗鱼平台最不像女的的女主播，最不像女的的女主播，那可能是我吧。我可以说我自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我觉得我性格有点女汉子，因为西北人嘛，然后就有点像小男生，对吧？那你讲话就有点像男生的性格，讲话挺娘，对对对，讲话还好啊，讲话挺娘的，讲话有点像南方姑娘，但是我是北方的侄女，所以我感觉我像个男生。
好的好的，你问我吧。嗯，那你说斗鱼男主播里面最娘炮的男主播是谁？你认为？谢关注，欢迎旅行，不对，欢迎孤独的旅行家。最娘炮的男主播，嗯，是要娘炮。为什么你会觉得酸奶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札幌是娘炮呢？然后也是因为别人都叫他渣姐吗？欢迎欢迎管一只质疑之心。如果单纯说脸的话是智勋。脸智勋？对对对，智勋长得比较秀气嘛，秀气。对，挺他是是不是霍建华的脸嘛？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。欢迎妹妹。摸摸十二，欢迎红落进红衣君不见。什么是王子玫瑰？王子玫瑰就是你砸那个月兔，砸月兔砸出来的五千的礼物，价值五千的礼物就是王子玫瑰。嗯，红鸟，我来问你哈，我来问你啊，嗯，青蛙王子，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嫁给斗鱼的某一个男主播，你选谁？完了，这个王就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嫁给王小贝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是兔子不娘嘛，兔子娘起来贼搞笑，还好他不是很娘，要嫁给直播的男主播，嫁给谁？嗯，我想想嫁给谁。可以，吴邪还行，吴邪还可以，那就吴邪吧。吴邪属于那种对长得有一点小哥哥的感觉，还可以，还能看。吴邪不是很丑，嗯，能看。小叶，欢迎消失的老。嗯，兔子能文能武，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怕他家暴我，他不怕老婆。我想想、哦，你问我了哈，啊，我问你了，嗯，那我问你，嗯，如果要从，要从你们家现在选一个榜上的哥哥跟你一起共度良宵的话，你会选择谁呀、啊？我看一下榜啊。就是今日的日榜。大妈，我是大妈吗？有那么好看的大妈吗？西子哥哥，你们家也有个西子哥哥？对，我们家有个西子哥哥。我也认识一个西子哥哥。嗯。嗯，欢迎用户80905948。哦，我现在嘴巴疼，说这个念名字会有点嘴瓢。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主播叫洛欣的？没有。OK， 你问我。嗯，欢迎排骨面。那我问你，我心想，那我问你，你就是送过直播间的水友们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？第一次见这么时髦的村姑。愣住了。欢迎少年放纵。我送他们的礼物是吧？
很可爱。晚上好，蛮荒，池敬城，键盘呀，对对，定制的那种键盘。哦，欢迎这水晶儿的栗宝，树的还是栗子？其实我送过一个更贵的。欢迎花花无伤，但是我不想告诉你们。该说就是这么长腿的，嗯，对。欢迎好好又调皮，我们家有没有投桃的哥哥？那你问我吧，小姐姐。我问你啊，嗯。Hello， 酸奶。今天如秋，还有领域，还有玲玲都没来呢。你最喜欢的一个男水友是什么样的？我最喜欢的男水友，最喜欢的男水友是什么样的？你说就是我遇到过的所有男水友里面的一个嘛，就是我挑我一个最喜欢的嘛。对对对。啊，挑最喜欢的那就挑吴小森嘛，因为他最勤快。嗯，对，绝壁是我森哥，然后最勤快最持久，然后最所有的最他都能配到，除了没有最有钱最有实力，除了这个其他的他都是属于100分。可以来看女神，欢迎小橙子。那行，小姐我溜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连麦，拜拜，拜拜，麦子酱，拜拜。最持久。哎呀，我这都不给医药费的，算了，我不给吧，我没有鱼翅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妹妹们都挺可爱的，因为刚才那个妹妹的麦好像有点问题，但她的麦听着有点问题，我感觉。卖不太好，没不过百不用给哦。你好，小鸟。你好，小苏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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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说？你好，小鸟。你好，小苏菲。你也太可爱了吧。玩什么？你也很可爱。我的妈，我的妈妈呀，我们玩什么呀？真心话吧。真的吗？对的。好的嘛，就输了三个深蹲。 OK OK OK。那我们中间要不要放个 BGM？ 你放吧。我放吗？哦，好。我女儿真的有点像我女儿。真的呀，你一看她年纪就不大。你几岁啊？第一个问题，你多大了？你是直男吗？我现在开始扣我的北京四合院了吗？我就是直男三年。问你多大，你家在哪，你没有男朋友，三围多少？大型婚恋现场。快，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我97年，23岁。我放歌了吗？我有放到歌吗？23岁是98的是吧？七牛。那你明明，哦，你们还没过生日是吧？好吧，我要倔强一下吧。
吧，我要倔强一下。说好的英雄不问出处，仙女不问金术，小鸟不问年纪的呢？嗯，那我问你什么了？快，兄弟们帮我想个，就是一问他，他就尴尬的要给我扣一个北京四合院的问题。跟北京四合院有什么关系？来嘛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放 BGM 了吗？我应该放了吧？放了，放了。问什么呢？我不懂问什么问题啊。我很少，好久忘记怎么玩这个真心话了。那你胸围多大吧？那你胸围多大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靠。我打的有点疼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胸围多大呀。那你量一下吗？还是你摸不到？你为什么背对我们直播？唉。 A 里面最大的那个。对啊。要不就是 B 里面最小的那个。对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对 D。Z 路就是 A 加 B 减、那个、哦好的嘛，好吧，嗯，好的。那我问你，嗯，您的胸围多大呢？你是不是太懒了？没有，就是想知道。32D。我不信。现在量一下。你站起来，我看一下嘛。好。侧面，这啥也看不出，明明穿侧面。坐下吧，妹妹，坐下吧。我是不是我不要这样子？下一个问题，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呀？还没到我问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你们。但是我可以回答你啊，就是吃米饭啊，我是南方人，所以喜欢吃大米饭。那你平时如果不直播的话，喜欢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？除了吃饭睡觉。娱乐活动，打游戏啊，打游戏啊。哦，我问你哈，你跟我 PK 前知不知道我是一个主播呢？知道你的名字，但第一次见到你的，我刚刚其实有点想冒昧问你是不是二台，看来是不是。你不会是看新闻知道我这个那个名字的吧？没有，是看那个官媒有发那个类似的报道吧，去年的时候。谢谢我三哥送的办卡，谢三哥的10张办卡。新闻我一般都不看，那我都是直接看视频，我都会直接问他们有视频吗？就没有视频我都不怎么敢看。好的。 OK， 你问我。你喜欢吃零食？我喜欢吃零食，我喜欢吃妹妹。你看我这个大红唇，我刚吃完一个妹妹。谢谢鸡鸡妹妹，鸡鸡妹妹送上门来了，谢谢鸡鸡妹妹的两个飞。头把鸡鸡妹妹吃掉。我问你啊，好尬，我问你啊，你
的性取向怎么样？男。哦，好吧。那你的择偶标准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干嘛你给我穿笑了？我择偶标准啊，帅大气粗。哦，为什么不是财大气粗？我来问你一个，我来问你一个，过了过了哈。想想啊。我想想啊，妹妹好可爱啊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你直播多久了？这个就是问题啊。我还有三个月，不对，两个月就两周年了。还行。那我不认识他，肯定不认识洛雨婷，不用问好吗？你认识洛欣吗？不认识。哎，人家听过小苏菲，没听过洛欣，懂了吧？你问吧，妹妹，不用理他。我现在连你都不敢理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们。我把你吃了，没事的。我不，我怕他们以后又瞎说什么呢。确实不太会说话。那问你啊，就是那我刚刚想到一个，哎，那你觉得有什么好的？你觉得就正经的粉丝回馈，你觉得是什么呢？就假设要给粉丝买礼物，什么意思？不是给粉丝买礼物，正经的。对，因为我不是买了两周年。写真吗？不是，只认真啊，就是。对啊，你也可以送正常的写真啊。没人看我那种吧。写真台历，我送的是那个键盘，但太贵了，建议你别。或者是娃娃，因为我个人我经常送粉丝娃娃，因为我娃娃特别多。好，因为我问你。我是雪山哥哥的第一小儿子。我问你，也太可爱了嘛！哇，我学到了，我学到了！谢谢姐姐妹妹的两个飞机，四个飞机了，这好可爱，这个也可以比心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只是平时这样子放喜欢抠手而已，没有比心。但这样好也很可爱。他是在演我嘛？我你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不爱。好，分手，再见。那我要做惩罚的呀。哦，你做吧。好吧，别惩罚了吧，因为我没有医药费，我没有鱼吃了，宝贝。我们不随机连麦，又没有医药费。哦，这样子的，他们骗我。啊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其实医药费看心情，真的。好的，妹妹懂了，谢谢。因为一、二、三，因为他们肯定会嫁你说你是大主播什么啊。可是，要么他征服了你，你给他药费；要么你大哥他征服了你大哥，给，反正最好不要瞎给。因为你又没有，就是你又没有批到很多很多，你可能也就玩一段时间就不玩了。明白了，谢谢不一定小鸟，不一定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。刘拉，拜拜，小鸟，拜拜，怎么退出啊？我来 okay. 我教你。OK， 好像是主播自己一直要给是吧？哦，好，没事了。这个妹妹挺好的，今天碰到的都挺好的，今天碰到的都挺好聊的哦，都挺好聊的。
都挺好聊的，不加个微信。没说呀，再来一个好吧，最后一个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Hello。你不是西子的朋友吗？算是吧，我懂了，算是。就跟他不是，谢谢问号的办卡，跟他不是很熟哈、啊。就还好啊，就还好。我也是，我也跟他不是特别熟。我们玩什么？海外餐是谁？海外餐是弟弟呀、啊。你说吧。我说吗？你平时跟他们 PK 玩什么？真心话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那我们就玩真心话吗？扭腰吗？可以啊。扭腰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。欢迎然然。等会儿我去裤子。抡大锤也可以、啊。抡大锤。啊？进度条低的抡大锤也行。不说了，我开灯了，等一会儿。等一下，谢谢花小花的关注。来了，好。扭腰是吧？再附送大家一个蹲大锤。我给你放个音乐吗？好呀。弹幕说：“我才知道什么是斗鱼女主播，什么意思？”
接吗？你又也打了呀？没有看到你。哎，退塔了，寂寞家。谢宝皇的退卡，谢宝皇的大冰冰。谢谢寂寞家的春风火箭，寂寞家你退上塔了。我来吧。好。关了啊！我换一个音乐，我们聊天的话换一个简单爱吧。谢谢易阳蓝的冒险家，谢谢。谢谢易阳蓝的冒险家。谢谢易阳蓝的小学徒。谢谢易阳蓝的小学徒。谢谢易阳蓝的音乐。那就我们惩罚什么来的？你说一个吧。我说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画个小福吧。画个小胡子。我想就这样
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当作没有被爱。哇，你们直接用记号笔画的。哦，这不是，它是可以直接用水就可以擦，这不是记号笔，啊，不会不会对联那个。走了，小姐姐，拜拜。拜拜，你好漂亮，拜拜。嗯，你也很漂亮，拜拜。哇，幸好我没有画，幸好我没有画，幸好我没有画。这真不是双叶蝴蝶，是挺漂亮的呀。那我也是挺漂亮的，那她也挺漂亮，那可不就是你也好漂亮，你也好漂亮嘛。这怎么就是双叶蝴蝶？这事实呀。笑死了，我邀请西子连麦啊，然后对面主播，然后他拒绝了我的连麦邀请，然后那个斗鱼的提示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，试试向其他的主播发起连麦邀请吧。好提示，好提示。听说啊，听说今天有人续牌子的时候啊，然后我没有开摄像头，送礼物还提示了。这个主播没有，就还提示了这个主播没有开摄像头，你确定要给他送礼物吗？就这种提示。无语哎，无语。小黑点是我点的痣，宝贝。没开摄像头确实要提示的，为什么？奇怪，没开摄像头也要提示，挺人性化的，好吧？你觉得吧。苏恩在不在播？他是不是上厕所去了？他估计上厕所去了。我等会儿啊，合作一个舞蹈跟他。我也上个厕所，他应该换衣服去了。
队还是什么？你来了吧？好大的！我还以为，等一下，等我串台了，串台了，等我把歌放小一点。我还以为是又是西子拿你的直播间来打我呢，给我吓坏了。嗯，我刚跳完舞，童子哥，绝了！你为什么每次都刚跳完舞就来了？你是不是正好要 PK 了？是的，我正准备 PK， 刚好你找我了，刚坐下来。嘿嘿，我们玩什么？你不要玩啥？哎，你的摄像头怎么又变成这个了？因为懒得化妆、啊。懒得化妆。懒得化妆。嗯，有回音哎，西子，不是。有回音吗？嗯、叫西子叫多了是不是？天哪，你竟然叫我叫西子，糟糕，就跟西子叫我叫他们和小静老是喊我苏菲一样，苏菲苏菲，然后、哦、孙喊我西子。来，整个整啥？扭腰吧，好吧。行，可以扭腰吧。我先扭起来了。好嘞，我放一首歌、啊，就这首吧。这首歌很适合。哦哟，你这个腰真的太细了吧！我突然一下都不好意思站起来了。你也太瘦了吧！天哪！哦哟，我们凑的人头吧，我们差六个人头。刚刚感谢我们红南哥的三组月亮龟兔，谢谢宝贝心肝的班卡，谢谢我们阿乐的班卡，谢谢。我们还差四个人头哟，四个人头，凑四个人头可以有随机奖励，还差三个，马上就完成了，还差三个人头。谢谢我们呢喃的两张白云卡，谢谢我同学的班卡，谢谢我们阿乐的班卡，谢谢大家的班卡哟。恭喜油条获取了血瓶。谢谢油宝妹妹，怎么油宝妹妹是我刚在中央直播间看到你的？我今天只能看日榜了。每次来的这么晚、日榜前五名，现在第五名是多少？13000的贡献。你这个动作好性感，这怎么做的？感谢我们优米的班卡，我也要做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我再配上这个，这是叫扭腰吗？这是运动背心。好啊！感谢油条的血瓶，我们现在是10%的加成，兄弟们，哇塞！请加，谢谢你的200个冒险家，这200个冒险家是什么？许愿流星，谢谢谢谢白嫖宝贝，谢谢你的冒险家。好啊，我早一天去你那里进修一下吧，苏恩，听得见我说？来我这进修吗？进修一下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还没去过你家呢。可以，你可以来我这新家，你还没来过呢。嗯。可以学，硬件学不了，有时候他们都来过，就你没来过，西子也来过，小丁也来过，所以还是专业大必须的宝宝。哈哈，笑死，为什么洗了头今天又这么快的油了？今天出汗，发现越虚的时候出汗就越多，今天比较虚。
塔路，现在是推塔时间，推塔了，感谢 YC 的奇迹树叶，推塔了，兄弟们，感谢 YC 的奇迹树叶，谢谢我们同时宝贝的飞机，我们再来一架飞机就可以推成功了，兄弟们，推塔了，推塔了，奇迹妹妹，奇迹油宝妹妹，谢谢小燕妹妹。感谢我们同学宝宝的两架飞机，我们没有推上吗？刚刚推就可以了，过了时间了。苏恩，你知道什么是抡大锤吗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抡大锤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，抡大锤。嗯。跳舞的吗？嗯。距离我们的爱心挑战任务只差最后四架飞机就完成了，只差四架飞机就完成喽。哦，他知道，他那个不是被惩罚是吗？休息吧，休息吧，坐下。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你要休息不？你不想休息也可以。我怀疑他耳朵好像有点问题。哎，累死了，头发好油啊，我每次头发都这么油，跳完舞以后累死了。哎，我感觉黑头发在镜头里面不是很好看。黑头发吗？我的黑头发吗？不是，我说所有人。是吗？不会吧，我的也不是很好看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黄那种透气的比较好看。是吗？就是有一点点浅色吗？嗯，就那种浅色的黄棕色。黑头发看起来就是有点很死，看起来很对，死油。哦，很油是吗？小苏菲刚学了个新技能抡大锤，让他给你抡一个。好，如果是他输了的话，到时候想看一下。扭腰加抡大锤，我那个技能。扭腰加抡大锤是啥？就是你还会扭腰加抡大锤？一边扭腰一边抡大锤，牛吧？一边扭腰一边抡大锤，这么厉害呢还？很好奇，兄弟们还剩一分半钟，想看苏菲抡大锤的，我很想看。兄弟们，两架飞机就能让他抡大锤了，一起众筹一下吧。感谢这个什么棕色蓝什么棕色烂大街的上镜会好一点，我不知道。感谢梦中的升级到十级粉丝牌，十级粉丝牌可以私信返款进微信粉丝群。哎，我是觉得，我跟你说，黑色头发是直男最喜欢的，是最上镜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就是别的颜色不好看，但是我感觉灰色上镜也挺好看的，灰色。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灰色。他就是染完像这种浅色头发，他染完之后管不了几天，他就没了。他又头发太伤了，太伤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不如直接戴假发好了。我就戴了假发，短发前几天，但是假发又太假，有的假发一跳，而且像我要跳舞，一跳假发就跳掉了。我上次跳舞假发就跳掉了，唉，所以就很麻烦。哎，你每天 PK， 你就跟几个人 PK 啊？就跟我们三个吗？就跟我们两个吗？我们三个。是啊，我也有跟陌生人啊。你也会跟陌生人 PK 吗？你随机吗？对啊。你现在也随机 PK 啊？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不 PK。
可惜了可惜了，没有看到你的抡大锤。我来给你，我来做什么惩罚？教我三个动作。教你三个动作，啥动作？三个舞蹈动作。行，试一下。来，学习。第一个。OK。不错不错，可以。第二个就你再做一遍吧，再做一遍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个扭头啊？啊，拿捏了，拿捏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来这个吧。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是起来，一个是在。这里，然后下去，下去，对，下去。这里下去。我感觉我在拉屎呢。然后再来一个吧，这个。这个会吗？这是什么？那就这样吧，侧面这样子。OK。这里顶这个胯。好，对，顶这个胯。好，这顶完了之后，再来一个动作。就来个简单的吧，想想看，简单的就这个吧。好了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可以了。好，辛苦了，老师。可以的，你很有前途。OK， 今天去你家进修了，好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学会了呀，已经。就是那个动作做起来，哎呦，我怎么变形了？就是那个动作，我怎么又变形了？就是那个动作，它做起来怎么有点怪呢？就是那个动作啊。Do it. 等一个。学以致用一下，我们这个啊，学以致用一下。Number nine.
呀？你才老母鸡下蛋呢！无语，无语了，无语了。这个动作为什么做的这么丑啊？这个其实还好，真的，这个做的还好。起来我就开密码房了。去苏三家进修一点，准备学几个技能回来，然后再开个密码房。嘿嘿，美芝芝，他这个教的也太难了，这个母鸡下蛋的动作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颠倒众生，一吻便教一个人，给你拯救的体温，终会再捐给某人，一吻便偷一个心，一吻便杀一个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脸崎岖的泪痕，你爱亦吻却永不爱人，免责为浪，但是怕熟人，你爱你不来，那你别来。唱歌了。叫花放冰地，哦哦，你在拨弄这全新游戏。左一办卡追了主播，哦，谢左一的办卡，送了几个，对不起，刚才没有注意看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波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波波。谢左一的办卡，送了几个办卡呀？宝，我要唱歌了。宝，开不动了，宝。谢谢左一的办卡，宝。你还想几个？我想要9999个宝。唱首芒种，我唱芒种不好听呀、啊，我唱首芒种啊，没有那个味啊，没有恩宝那个味呀、啊。
像我的枝桠，凋零下的乌纱，是收获谜底的代价。雨会染上任性人的发，他撒上手中牵挂。雨敲下，现实迟来着，伤心刻，念中烟波滴落一滴墨。若佛说，放下执着，我怎么能波澜不惊去附和？一想到你，我会横情不舍。
我什么太抽象啊。最后病天后当心脑都是理想，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着，我没有歌没有他竟然在百得生该的爱里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个好，游戏不过肥皂泡。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，怕不好到现场仍然仿似百户一场，不恋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，太自豪花浪能给他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，几多爱歌给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，太自豪花浪能给他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，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。还要听什么歌？快点歌了吧。最后一首下播了，阿昌忘记点外卖了吧，忘记点外卖了。原阴天不烫，一天前两天唱过来。四不打一，可以啊。这么早就下，哪里早了啊？你说你每天这么晚来啊，都在干嘛？你都在干嘛？我一开始还以为你在上班呢。结果随便点一个直播间都能抓住你，无语。然后十二点左右又过来续摊啊，折磨我小苏菲是吧？点外卖哈、啊。现在恢复直播了吗？还是随缘？明天不播，后天。哦，想想，我明天不播，周二播。周二我正好要拍抖音，可能就播户外了。周二播。下个，下个，下个，另一个下个。周二播以后就恢复正常了，好吗？对，明天后天不播宝，周一也不，因为周一本来就休息。宝宝可以，周二粉丝节认识的，看看有没有双倍可以拿的。我的双倍已经将才狼尽了，卡卡才狼尽，哎，这应该怎么说呢？嗯，将卡狼尽了，双卡狼尽。嗯，吃什么呢宝？妈妈不在家，吃个辣椒吧。算了，上火吧。我的妈！
咳嗽别吃辣的 ，OK OK 好。吃什么？算了，不吃了，我在家里喝点粥吧。好像听说家里还有点粥，家里喝点粥，吃点大蒜，吃点糖蒜，我最爱的糖蒜。嘎嘎嘎嘎嘎嘎！我最近一直在吃糖蒜，因为我不出门。我今天早上爬起来，然后在那里梦游，在大概就是刚睡醒嘛，刚吃完早饭，在那里梦游。哦，接到一个电话，哦，什么忘记去上声乐课了，然后马上换衣服出门。我感觉我还在梦里，上完声乐课，我还是在梦里。然后突然就出门上声乐课，然后突然就回家了，就挺突然的。前面点的什么歌啊？忘记了。圆，木兰意。原是美满，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，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，存在一圈圈眷恋。原是轻缺，原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，最怕最爱已见不会再见，婚姻都只够到你。谁等等等等不到月圆，谁怕怕怕快乐快永远，可只有情人永远，结尾才是心的开端，前段最的小心语，离开一段开一段争一段。人间的如世这事不够远，而有生一天会遇见，时回遗憾的小心愿，禅相许如一千段都甘愿，如果保存后花一段这一段都一样暖，纵使跑不上美满的原地。出乱乐园，谁痛痛痛痛恨离火远，即使距离还太远，我心愿分爱于身边，情断在的小心愿，离开一段开一段想一段，人间的如需这事不够远。差一点的温暖，差一点可否发展。
界黑白我妹妹的飞机。谢黑白我妹妹许牌子，谢谢宝刀妹妹的银尘飞机许牌子，谢谢大家，没有双倍也不嫌弃的许牌子。要不主播要不过零点了，我等打卡。行啊 ，OK。什么问号？这是我自己的水，又没给你喝。对，词不达意，等一会儿我休息会儿。
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，为你我也可以。谢友宝宝，谢友宝妹妹的飞机，谢友宝妹妹。扎好吧，要扎就扎好。K 歌词玩，那样唱 K 歌词玩耶，换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光年之外，谢谢凉茶，哦哟，谢谢凉茶。谢谢凉茶的160个冒险家，我好黑呀、啊。黑了黑了，你好黑呀、啊，不关菲菲的事。光年之外，周杰伦《白色风车》不会不会，这首不会有，可以去听一下，适不适合学啊？哎呀，我好热，兄弟们。唱首歌就唱得我好热，想听我唱不舍，唱得不好哎，太难唱了不舍。这好热，我手心出汗了。光年之外，不舍。对哦，我今天没开空调。开谁都不爱，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的像尘埃，漂浮在一片无奈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落实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，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成为在我胸口的臂弯，足够抵挡天旋地转，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，足以点燃所有希望。宇宙磅礴而冷漠，我们的爱无法闪烁颠簸，是如此忘我。
来，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这里好像不会，想到没有你根本梦狂到我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我没想到
在照亮，世界在你眼眸不设形状，思念蔓延滋长，那段时光除了誓言有太多没对你讲，难忘。穿越山海的距离，携手冲破你是我不愿遗忘的时光，也是我奋不顾身的疯狂。听见吗？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你是我长发竖起的梦想，也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回笼中登场，牵着我去看那岁月绵长，牵着我去看那相思断肠。这歌卡我换三点儿。谢谢小叶的火箭支持哦。完了，我这里要长颗痘痘了，无语。谢小叶的火箭，谢谢我是真的靓仔，谢谢靓仔的飞机。谢靓仔的飞机。你说《斗罗大陆》的主题曲，这个就不是主题曲吗？那个另外一首张韶涵的我不会。张韶涵的那首没学啊。听说五十级有不正经礼物，什么不正经礼物？你想要什么不正经的？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我跪着我也会把它走完。我不想放弃，我也不能放弃。我不能倒下，我身后空无一人。对，他应该说的是破茧。你想要什么不正经的礼物？谢谢叔叔 C 叔叔的拜卡，谢谢，谢谢叔叔。我刚才脑子里在回想不正经的礼物，充气娃娃。然后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好像有主播卖飞机杯这个东西的，竟然可以卖这种东西啊！现在肯定不能卖了吧？就大概是我刚做直播的时候，是有主播卖这个飞机杯的。嗯，你在聊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叫骆雨婷？不是，骆雨婷这个人还没出生呢。哦，你就是左一，左一西格尔。我以前今天还在冲内裤啊，正常。他明天就抽腿毛了，他就可能明天就抽腋毛。
谢谢征服啊，谢谢征服的六个小鸡毛，谢谢征服的十个冒险家，谢谢有宝妹妹的十个格，谢谢有宝妹妹的十个格。所以有宝妹妹晚上都在干嘛？在加班吗？哎，我这个电脑坐久了，我要站起来。唱歌。听什么歌？听什么歌啊？必不会播过十二点，听点温柔的歌了，不跟你们搞了。十二点都过了。谢谢 C 叔叔，哇、哦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这个头像，这个玩意儿叫什么？超级玛丽，马里奥，超级玛丽！谢谢超级玛丽叔叔的飞机续牌子。谢谢谢谢。已经十二时，没听过大姐，没听过大姐。没听过，大姐，来首古风的，行。古风的有什么？我忘了，我不知道。古风的有什么歌啊？春啊，春。哇，谢宝皇，宝皇还不睡啊？现在宝皇熬起夜了是吧？熬起夜了，有点像年轻人了。谢宝皇的两个火箭，三个飞机去爬，一直打气。谢宝皇的两个火箭，三个飞机，快睡了，就晚安吧，晚安吧。哦，谢谢饼子妹妹三个飞机，谢谢饼子妹妹的三个飞机，续牌子，波波老婆，喜欢叫我老公。春没有歌词啊，春春
谢谢大饼子妹妹。春歌词。恍惚间，慢慢的回忆，存在的回忆，只看见遗忘的笑脸，纯洁的笑脸不在身边，像实现从前的诺言，不清的诺言和你的诺言，却描绘无期间的事，有意义的是刻画的线，乔木落叶告诉我时间变迁，你人就已高石头看岁岁年年，惊觉两鬓长白长叹一声哀怨，也不过匆匆弹指间，不在意我存在你心里面，只记得当时没有那么远，一眼朝如青丝暮成雪，美梦境你不在眼前，我想给你一颗我的眼，倒映着曾拾起的月，若只是一场镜花水月，也不想忘记你的间，浸透了回忆，慢慢的回忆，存在的回忆，只看见遗忘的笑脸，我别的笑脸不在身边，像实现从前的诺言，不清的诺言和你的诺言，却描绘无期间的事，有意义的是刻画的线，乔木落叶告诉我时间变迁，你人就依靠石头看岁岁年年，惊觉两鬓霜白长叹一声哀怨，也不过匆匆弹指间，不在意我存在你心里面，只记得当时没有那么远，一眼朝如青丝暮成雪，美梦境你不在眼前，我想给你一颗我的眼，倒映着曾拾起的月，若只是一场镜花水月，也不想忘记你的心愿。谢小丸子名字的树叶，谢谢小叶弟弟哦，小叶哥哥哥哥，谢谢小叶哥哥，谢谢小叶哥哥的超级火箭，谢谢小叶哥哥。接下来的超火是牌子，谢大花买的人头是吧？哦，大家以后记得看到那个福星小人头的，记得帮忙过一下哦，不要老是让那个大花妹妹一个人买哦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一毛钱过个人头哦，谢谢小菊花的办卡，谢菊花，谢小叶的超火。谢征服妹妹，
谢谢征服。你怎么取名叫征服啊？为什么取名叫征服、啊、主编，我的飞机坠了，播个波波吧。好的，有宝妹妹波波。已经189个订单了，你买过189次了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谢谢有宝妹妹的飞机波波，谢谢太甜妹妹的飞机三个波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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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太甜妹妹的三个飞机续牌子，谢谢各位直播间的顶梁柱。主编是十万个为什么吗？我这不是在跟你不识好歹了，我在跟你互动，你给我送礼物了，所以我跟你互动，我给你增加互动，你懂不懂？谢谢轩子哥哥，谢谢轩子哥哥的两个飞机，哎呀，轩子哥哥真好。谢谢轩子哥哥两个飞机续牌子波波。那么轩子为什么叫轩子呢？但这个问题问的好像人家很难回答，就是有人问我，就是我说你好，我叫苏菲，然后他说你为什么叫苏菲呢？然后我靓女语塞。哦，因为是轩怡的粉丝啊。啊，明白了。我怎么说话一股茶味，一股茶味。我刚才还在看那个呢，前面还在看那个叫什么妻子的浪漫旅行。那么太甜妹妹为什么这么甜呢？要谢谢征服的音乐车来找画面了是吧？不理你，谢谢征服的音乐车哦。呀，谢谢小干妹妹，谢谢小干妹妹的两个飞机。小干妹妹为什么叫小干呢？因为是我给你取的。呀，鸡鸡妹妹又送飞机了。谢谢各位弟弟妹妹们。那么为什么游戏没有鸡呢？为什么游戏没有鸡呢？请问采访。我是苏菲粉丝。哎呀，天哪，我的，哎呀，我被撩了，我感觉，我还挺容易被撩的，说实话。因为一般人没有跟我，没有一般人不跟我说骚话的，没有的。是的。怎么来微信了？骚话来了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友情提示：您的好友将你从列表中移除。歪歪，是友情提示，这是在搞事，我觉得这个提示就是在搞事啊，就是在搞事，就像那种在搞事，就像那种就像那种西子呀，那个谁说你坏话了，就是这种中间人你知道吗？
认识久了，我希望你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你以为我爱说话？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说话吧？我在跟你们互动。啊？不为了这个工作我容易吗？啊？我不说话没有人说话的，真的，我不说话没有弹幕。我容易吗？我吐都要吐了。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高冷女神吧？我本人是的，我本人确实是这样。你们现在认识的不是我本人，假的我。手游内部号怎么要投广告吗？小苏菲值得信赖，找我就对了。什么手游包在我身上？征服的音乐卡，不过我一般推广都不接的，我不接商务，不太爱接商务。有的时候是给斗鱼点面子，给 family 点面子接的，一般我都不喜欢接。啊，油宝妹妹28了，这么快，宝子，油宝妹妹28了，恭喜你呀！好好笑，我真的不爱接，什么好好笑？你们家的洛雨婷真的爱接广告，你们家的洛雨婷就是没有商务就感觉我们差点翘辫子。我们之前约着去旅游，他说：“哎，最近都没有商务，算了，反正也没有商务，那就去旅游吧。”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他没有商务，他会很难过。我说我最好不要有商务。我不爱接。噔了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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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九妹的飞机。谢谢迷妹的飞机，这么多妹妹续牌子。男的没几个，你说男的有谁呀、啊？小叶、宝黄、轩子、征服，不男不女的。那女的呢？谢谢迷妹的飞机，谢谢酷酷妹妹的战神的铠甲，酷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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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酷酷妹妹呀。不是我，不是你们算的，我知道你们算男的，但是还是阴盛阳衰啊。不是你自己看这个日榜上面的续牌子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看几个女的，几个男的，好吧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女的，一二三四个男的。想想为啥呢？我不可骚。是菲菲不乖吗？
那我以后听你的话吧。是菲菲不乖吗，哥哥？那菲菲也有乖乖的。他吧也不取悦男人，抓吧抓吧。纯属好奇，主编为什么喜欢把自己脸拉长？我没有拉长啊，大姐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拉长，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啊？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很不聪明吗？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很不聪明吗？这样就更不聪明了呀。这样吧，这样正常一点。刚才开了负五，负五是这样子，有点太长了是吧？那就负二 ，OK。不过我脸是变长了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，年纪长大了。长脸好啊，长脸美艳。小短脸就是小女生的那种，长脸好啊，长脸有女人味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聊了半天，怎么都已经12:30了，我要滚了。还有没有试牌子啊？没有试牌子，我下了。长脸我 hold 得住吗？我有什么 hold 不住的？好笑，把爷整笑我。今晚不来，周二见。周二户外吧，蛮难搞的。就正好约了要拍抖音，完最后一首我的脸还长吗？我感觉脸瞬间短了。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。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常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的难过。两个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。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泪像落。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。
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？你长得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还成有始无终。晚安，好梦啊。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，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穷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涉过金钱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对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泪像冷冷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时间只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一伞下的衣袖，那等待暗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？你长得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，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？你长得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，成有始无终。谢谢小飞团，谢谢小飞团。小飞团每次都是下播前是牌子。谢谢飞团儿，飞团儿，飞团儿。小飞团是不是也不太打字呀？谢谢喜欢小苏菲大赛第一名，喜欢小苏菲大赛第一名的八个办卡。你这个 ID 我好像在别的直播间，就是逛别的直播间，好像正好遇到过。忘记了是不是这个 ID？ 谢谢小游喜欢小苏菲第一名，谢谢小飞团儿，团儿，谢谢团儿，谢谢团儿。可以有什么玩意儿？厄加特的玩啥？没听过，再见。你呜什么呜的？你顶哥可别在这里跟我给我呜呜的啊！谢谢小飞团的两个旋飞机。油宝妹妹就是十一点半之前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也不知道她在干嘛。哇，姐姐好棒，姐姐好棒，我姐姐好棒，哇，呜，姐姐好棒。然后到了十一点半来我直播间了，啊，这么快？我刚来，续他。不知道，我还没听过呢啊！拜拜，日本晚安。好的，老铁。小月哥哥晚安了，小月哥哥，宝皇哥哥晚安了。我操，日本全部在线的，太帅了吧！宝皇哥哥晚安了，油宝哥哥怎么也是哥哥？油哥哥就是姐姐的意思啊，油宝哥哥。哦哟，弯道超车的宝刀盖盖，宝刀盖盖，宝刀盖盖，就是不是小叶盖盖的意思是小叶哥哥，然后宝刀盖盖就是
宝到姐姐改改，你懂吗？宝到改改，宝到改改晚安了，宝到改改，嗯啊，有宝改改晚安了，嗯啊，太甜改改，苏菲太甜，苏菲超甜，改改晚安了，嗯啊，一饼改改晚安了，嗯啊，空空改改晚安了，嗯啊，轩子改改，轩子改改晚安了，没有，嗯啊，叽叽改改，叽叽改改，嗯啊。飞团改改，嗯哇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投诉个锤子。哎，我的脸怎么这么长啊？怎么在这里还那么长啊？啊，变形了。